Jimmy.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。我跟我爸爸的感情非常好。当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但是呢，当时有一个家族的长辈，他安慰我说：“不要难过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爸爸。”会一点一滴地回到你的身上，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你爸爸。这不是一个笑话的。OK， 这一段话呢，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，跟你们一样，我就一直记在心里面。但其实我所有台湾的朋友，只要认识我的，都会叫我爸爸，一声杜爸爸。但是最近有一次，我儿子的同学的家长突然间叫了我一声杜爸爸，我就明白了，